没放掉啊！打龙江，今天吃个小撑撑，这肉太嫩了。哇，不能，好吃，来吧，吃个破龙。来夏天了啊，很多的宝宝都喜欢吃龙虾尾。我们家一包200克，60只左右的龙虾尾，它不香吗？下面公式可以看一下，2.9，11包。